陈忠诚、活俊从此事后凌晨2点多烧到上午7点多才扑灭火势，出动139车、377人、300多名打火弟兄，从凌晨忙到深夜。我们先从7楼啊一直到顶楼，这几个楼层，我们现在都有抢救人员在里面逐楼逐层的去做搜索。消防队员穿上厚重防火衣，戴上呼吸面罩，背上空气瓶，来回穿梭火场寻找生还者跟罹难者。顶着高温坐上云梯车，一趟又一趟抢救受伤住户，黑夜忙到白天，稍有空档只能待在空旷处，脱下装备坐下来休息，更有的人躺下眯眼补充精力，准备面对下个任务。高雄市警局也拍下打火弟兄的疲惫身影，每个人浑身脏污跟汗水，内文简短几句话，与恶火拼搏后留下的是疲惫，还有更多不舍。感谢所有警消与医疗人员，确认我们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就没有。火场的状况还会确认吗？当然，经过有什么异样，我们还是会看。陈忠诚火警第3天，消防员依然坚守岗位，全副武装继续上阵，确保火场内部状况。一场火警1到6楼，恶火烧毁，消防弟兄协助上百名住户逃生。打火无名英雄，卖命拼搏，跟时间赛跑，再怎么累都得奋力扛住，撑下去。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